同学们，我们学化学水了啊，我们要现在正式要画一幅了啊，这幅正式画的呢，我们是一幅红批啊，这幅红批呢，你看一下啊，这是北宋齐差呢画的呢黄山图啊，那么看一下，我们画的时候呢，从中间的竖开始画啊，竖画好以后呢，再画下面的坡，再加那个房子。啊，这画桥啊，那么最后呢，啊，画后面的山水啊。好，我们就开始画啊。画树呢啊，我们前面已经教过了啊。我先从上面画啊。上面画呢比较方便啊，这个笔画起来呢，你这个整个大小的范围啊，已经能够确定了，这样画下来。画到底下啊，画到底下嘛啊，再画这一幅。画这个树的同时呢，你也可以画，山坡，也可以加起来。一些别浓啊，浓的地方先加掉啊。再用水分啊来带一下呀，他的画法呢，吉兰的画法呢，他基本上披麻的，披麻衬的，在树干的旁边呢浓一点，慢慢的带了啊，这棵树呢，一直是长的，长长的杉树，你看用笔要慢。水少了就慢了，从这儿啊，线条慢的慢一点，水少了慢一点，清水慢啊。清水慢，这个铺画好以后呢，后面这棵树呢也可以从这里铺上，从下面画上去也可以，这里再加铺，铺实再加啊。树，这里再从下面画上去也可以啊。这里的树叶先加起来，它是向上的。浓淡相间啊。那么这里呢，也可以从下，向下啊，上面向下画。这棵树呢是画夹叶树，牵的，圆圈的夹叶树，圆圈的有时候也可以两个半圆这样拼起来，也可以画，这样也可以。两个半圆呢，看起来很结实啊。那么后面一棵树呢，高一点，
高一点的，它画红点的，要浓一点的墨，把这个家业树了衬托出来，黄点。稍微慢一点，水少了慢一点啊。后面还有一棵树，后面呢，他安排了一棵枯树，高一点的枯树，这里再加几笔。好，前面呢，这有个座树呢，画好以后呢，你去看一下，哪里比较淡，你可以再衬一下，衬一下让它醒一下，凸出来。好，这一座树好了以后呢，这样我们转过去啊，这个山坡转过去。始终，这个笔你看一气一伏，很有劲的收住，收住，这里呢，画安排这个房子啊，房子从这里。开始，这里呢画的呢水国，这一间房子呢这样横过来了，这样这里开过，这个呢这样开过去。线条呢要沉住，要慢一点，水少了慢一点，沉住。这里的线条呢，跟这里平行，这里再画一座房子，下面的柱子呢，浓一点可以。好，这里呢，再画一点山坡，山坡从这里开始啊，下来，要一蹬出，这个线条呢，要一蹬，要一冲，慢一点，哎呀。这里还有一座树，这里画一座桥，这里长了，这里要短一点，因为这个在这个柱子在那边啊，桥柱，这里短一点，这里长，再短一点。这里呢，安排一个人，那么这里呢，也是一个小山头，这里就是溪了啊，溪流啊，溪流呢要泉水呢，你把它流出来。因为这里是近，这里远，那么这个线条呢，可以吸一下，把它吸，勾上几笔水，
这个小山豆上吧，也要画点树。这种画法基本上是属于匹马，白匹马，不是长的匹马。好，那么这边上还有一株树啊，这柴胡树也是很有变化的，这里呢用黄点，变很干，中间呢，用这个勾小钩子的，又要分浓浓淡淡的，画一支的，这样勾，中间有一条线的，再点上檀钿，那么铺也加起来啊。这里枯了，那么马上用湿笔来补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画后面的小山头了啊，这个都是小匹马，短带的小匹马，短臂处，短臂处呢比较好画。这个山呢是怎样过去，那么所以呢这里一个山脉啊，注意，这里窄过来，跟这个线条要连贯起来，那么这里呢这样画下来一点，充实一下，西南这里是空的，但是也要充实一下，淡淡的干干的笔，边上还有一座小小的山头啊，把它画起来。基本上呢，这个山呢都是带匹马，这个竹，这个是粗啊，扁竹啊，这个低一点，两个山都交大的地方了，你要注意，注意它的来龙去脉，这笔不能赖。山里好了啊，远山呢我们等一下啊，下面我们再称一篇，现在这边称了，要称出主要的山的小石头啊什么，把它凸出来，这个山上呢我们同时啊，壁上有浓的，那么一加，要估到呢前面的，看见前面的啊，整幅的，前面的一种感觉的，主要孤前大局，不是一个局部，一个局部的画，画到这里也孤到这里，这里也孤到这里，好，那么我们用大一点的笔啊，用淡墨水蹭了啊，中比较浓的深的爱的部分，先带来的分享，也是主要的锅盖线，不要淹掉，把它让出来啊，它的轮廓就分明了，由小笔处到大笔处，一点一点的，
开始是小心翼翼，哎，到后来是大刀阔斧。主要的石头结构啊已经凸出来了，那么你就胆子大一点啊，水分可以多一点。中间呢要铺清水，哎，清水呢就是酸蓝，哎，先用清水了铺一下，在这个地方呢也是要铺清水。清水铺好以后呢，我们可以马上画眼霜。哎，眼霜呢，用淡嘛，哎，像写字一样的，哎，这样的几笔，哎，挨了那个清水这个地方，哎，画下去下来，哎。哎，你看，这里呢，哎，也要画。泉水后面的哎，溪涧哎，画出来。好，那么这里呢，有清水的地方呢，你再混上淡墨水哎。树干要留出，这里呢，哎，淡墨水一层一层的积起来，让它呢这里幽深，哎，有种幽深感，哎。现在呢要等它干下来，干下之后呢再衬再圆，哎。所以画整幅色彩呢不能太心急，哎，好。这个已经干了啊，干了以后嘛，我们就炸颜色啊。先用炸石啊，在房子上面啊，炸一下，淡一点，炸色要淡一点。调亮了，也炸一下，哎，那么再速干，速干也用待炸时，哎，待炸。那么够结印啊，结印呢，中间的我们可以用坐标，尽量垫在中间，不要在签字外面。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在边上的那个呢，我们用那个16的哎来扎，那么再用花青。调一下啊，啊，水可以多，让它混开来。花青点好以后呢，你马上用清水笔，哎，再周回，哎，再点上一下，哎，让它很匀称的混开来。那么山坡上呢？可以在啊头上啊画的16，哎，亮部画的16，那么在暗部呢，用16跟炸石啊调一下，这样的颜色呢比较调和，哎，你
在颜色的时候呢，也要稍微留一点小的空白，哎，颜色不能垫实。有一部分亮部呢，也可以用蚱石淡淡的蚱石补一下啊。那么啊，上面的山头上啊，也用跟下面要调和哎，蚱色的颜料呢，应该差不多，这样比较统一。房子的顶上呢，可以留白，也是一种味道。中国画呢，别人怀旧是写实的，好像瓦片是黑的，一定要叠实。那么这样呢，现在没有节奏了，这里都深的深的，让它留白，看起来好像瞎写一样的。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这种境界，因为周围的环境不是写景，这里回的衬托，周围的环境让瓦面，留白，三六跟扎实要调一下，这个亮部，补一下啊。这地方呢，也用。淡淡的颜色，混一下，淡淡的，上面可以用清水挤一下，这里呢也用清水挤一下，称。这个山坡上还湿的时候了，你可以用淡墨，再加深一点，让它衬得浑厚一点，这样呢显得厚一点。现在看看好像很湿很浓，等它干了以后呢，还要相对淡一点，这个它的层次呢就分出来了。现在还没有干。所以你画的时候心中要有数，主要的轮廓线不能搞糊。那么山头上呢，一些小的白的空白呢要露出来，不能颜色不能把它垫实。等会等它干了以后，你可以再看一下。干了以后的，效果怎么样？你去看一下啊。好，同学们，你们看啊，这幅山水画，这个来的去，全部干了以后，全部出来了。你看，你看啊。好，这幅画就画到这里，再会。同学们，我们上一幅呢是画的是红幅，那么这集呢我们画的是实的啊，实幅呢我们呢，你看一下啊，这个画布上这一幅画啊，这幅画呢是黄自鸠的一种画法，它呢，有一点雍浑幽深的一种境界啊，那么我们呢先用铅笔啊，把这个它的大概的轮廓去勾出来啊，我们临摹也这样。如果创作的话呢，你也可以用铅笔啊，淡淡的勾一下啊，大概就勾把它勾出来啊，要轻，
用圆的铅笔啊，六皮的，这样啊，勾好啊以后，马上呢，用墨笔呢啊，蘸一下啊，浓的开始啊，淡墨水上蘸一点浓的啊，那么你开始中间呢，这里有一竖啊，去画，从上面画下来，速度要快啊。水动呢，速度快点，哎，中间呢是小红点啊，哎，点一下。干了呢，哎，你用湿的，哎，补充一下。古人呢，一般呢，他点那个叶子呢，哎，中国有交叉的，你看这里是哎，画勾字的也。在下面一颗小一点的，它的点呢是扁的，刚才是圆的，这里是扁的红点。接下来呢，你就可以画山石啊，画起来。它的画法呢，也是一种披麻衬，哎，淡淡的，哎，笔触很淡的啊。笔干一点好了，干嘛你慢一点，哎，干了枯了，那么这一部分呢，哎，你可以马上就下去啊，用淡墨哎润一下，用淡墨。把它的枯的笔呢，哎，中和一下。哎，这个小山坡也画起来了。你看我画了，哎，有的笔呢是从上面画下来的呢，哎，有的笔呢也可以从下面画上去，哎，都不一定，哎，这两种笔呢要交搭起来，哎，去把它画成，哎。这里呢也画一丛小的树林，小树林的结构呢变化不大，哎，稍微有点参差就是了，都是小红点，就画房子了啊。啊，屋顶线条呢，也要你画慢一点，哎，要一顿一粗，哎，这样。古人画房子了，哎，你看它都是交搭的，哎，这个纸呢，这里是红的，哎，一种。较大的变化，
这里呢，再画的铺石，哎，笔杆，哎，慢一点，你看一笔里面有枯石浓淡。房子后面再画几棵树，这种壁都是很枯的，那么再湿一点，桥上要加一个人物，加好以后啊，下部好了呢，我们在上面的中间部分开始也可以，因为中间也比较主要的，不要中锋啊，这里浓，这里淡了，细腰带的地方，你马上画，速度慢一点，因为这是壁上的水分不多了，速度要慢，要它干枯一点，这里要干，要一点枯，这样，速度慢一点，好，壁上太少了，那么再清水一轮啊，再浇抹一轮啊，那么这里浓的部分，浓的部位需要加气，加起来，中间的山是用浓的，好，又淡了，那么需要淡的地方画下来。这里一个平顶啊，这里有一个平台啊，速度慢，再一下慢，基本上的壁是干的多，衬插的都是要干一点的好，清水，浓的地方先把它点掉啊，恰到好处的时候，用在这里，这里需要什么浓淡的呢，就用在这里。那水又差不多了啊，那么再清水一轮啊，清水轮好以后呢，你看我这个清水壁子呢都是很清，没有没水的呢，因为呢这个淡嘛，这个清水呢你吸饱以后呢再淡嘛，那么这里啊浓的地方用掉啊，这里再画上去啊，好，画到你看这只壁上水分已经不多了，那么这样呢这个水呢清水往上吸的，所以的这个水是清的，那么再一点闷了，再从需要浓的地方再画，画的淡了啊，淡，淡的壁上水分
没有了，那么再清水烧菜的清水，再浓嘛，哎，在需要浓的地方，哎，就点上去，哎，所以嘛，一定不浪费，哎，用于沉着，哎，这样呢，你这个模式呢，控制起来比较方便。这一部分呢，再要加浓的点的啊，浓的点上去，这要下来，一定要吸水，在下面。这种蟹钓好像是长皮马一样的，哎，长皮马跟短皮马结合起来，中锋的。放上潜水啊，这一部分呢也要加一点灌木丛，这灌木丛呢也不能太高，因为比较圆了。这里面呢也要有大大小小的点，看看差不多，哎，它里面还是有变化的，哎，浓浓淡的，粗粗细细的，画下来啊，哎，你可以这只变圆起来，哎，这样，哎。慢，速度慢，飘逸又顿挫，飘逸，哎，这种长皮马，哎，劈下来，哎，好，水少了，用清水润一下，胶沫啊。点上台，好，浓的变，哎，这里点上小的台，变成小树啊，野山头上的小树了啊。那么壁上带了，那么这地方需要蹭的地方再蹭，哎，再蹭。好，那么用淡墨水混一下了啊，淡墨水，哎，阴部混一下。一般你画山水了，你开始要结束的时候了，你要画的好像是一幅什么画，哎，不加颜色也好，到后来再补上颜色，怎样呢？要显得浑厚苍润。不要一会好像，哎，这里不需要衬了，还要扎颜色了，哎，不是，一定要一幅水墨画，哎，很还真的一幅水墨画，再那个扎上颜色了，这样呢就更加苍润，哎，看起来很浑厚了，
水度速度快。那溶，哎，溶的地方把它点掉。它有时候可以速度快一点，哎，因为水分呢多的时候了，哎，水少了，那么稍微慢一点，哎，速度快呢，出现一些灰白，哎，需要这样，哎。边擦啊，哎，边混，哎，用淡墨水混一下，哎，尤其这里泉水把它哎揉出来，这里干瘪再擦一下，哎，再擦一下，好，那么用淡淡的哎墨水啊，跟清水一样，哎，抹一下，等于是清水一样的，哎，清水呢也像称淡墨水一样的称，哎。那么再用淡墨水啊，勾进去的暗部，哎，再抹一下，点燃一下，水多一点好了，中间部分，哎。混下去，这里用清水哎混一下，再用清水混一下，用大一点的笔哎，用淡嘛，画上颜色，哎，下来好了。画下去，画下去，哎，那个这里呢，哎，有水浸的，你看啊，这个水浸刚好表达那个云。这里也要混一下。用淡嘛，淡嘛，淡嘛，好了，等它干一下呢，我们就再研试。好，大家看啊，这个酸菜基本上呢，第一片已经干了，干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榨颜色了。那么这是黄自救的一种画法，黄自救就是黄公王啊。那么他呢，基本上是用浅浆的画法，浅浆是呢，就是榨实啊，跟花青少量的很淡淡的，防护上的，哎，画的榨实，哎。树上的一花的扎实，哎，树叶画上朱标的，树
速干就往榨实，许多山坡上都放了袋袋的榨实，哎，这是黄自救的遣江的画法，哎。远山啊，这个部分呢，哎，也要加一点，哎，要加一点花青，哎，墨花青的啊，一些东西。下面呢，就是用清水混一下，清水，上面墨青。树松呢，也是用墨青点一下，这些小树呢，也是用墨青。在颜色的时候呢，主要的过稀了也要揉搓，哎，这样呢有渗湿，哎，这里用清水再混一下。这样啊，深部呢，哎，用墨青再称一下，墨青称一下，再用袋袋的扎实，哎，调墨青，哎，在这个山头的，哎，露顶部，哎，这里露顶的地方，哎，用扎实，哎，露一下。山头部分呢，许多，哎，空白点要揉出，哎。哎，你要扎实的时候要沿着那个主要的弧线扎，哎，防止前面的草坪上呢，用的淡淡的石榴，哎，来怎样黄烧几遍，哎。黄涂几遍，哎，怎样啊？有点溜颜色的，哎，黄涂。好了啊，这里人们的衣服呢，再画一下朱标的，哎，这样一好，这不山水呢，基本上完成了啊，这个就上可以题词啊，那么这样呢，这幅画呢就完成了啊。好，同学们，这一节呢就讲到这里。